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在当时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信主第一年就已经理解这个 concept， 所以呢我咪选择我不主动追女仔啦。即如果神你要我结婚，你带我太太过来啦。这个其实就是我当时因为一个这样的 concept， 一个即是现在当然是栽在你，我基本上几日就可以讲通给你听，是不是？但当时我都真的在信主那一年当中是好，可以说好几十八个的题目呢是我方言的时候神慢慢给我理解的。即是当然我记住我当时能够理解到我讲不翻出来的。咁所以变咗当时我咪选择咗就係婚姻我会咁样做，而并且呢就係我直情係望都唔望姊妹啦。咁即係其实我由当时立志呢就係话我绝对唔望一个姊妹超过五秒嘅。咁但係问题基本上我相信喺我几十年当中，就算我太太或者我身边嘅所有嘅熟嘅人都知道其实我唔会甚至係从来唔会接近五秒添啦。通常我唔会望姊妹超过一至到两秒嘅。直情有阵时系绝大部分系一秒都唔会，就算大家啱望到佢，阿静佢又冇啱望到我，系直情系一秒停留都冇嘅。呢、这个其实由我当年已经咁样决定，同埋直情咁样执行嘅。啊，咁呢个就算我对外邦啊，或者对好多其他人啊，我都系咁样嘅吓，顶晒笼咧。我同我妹倾偈嘅时候，先会望住佢对眼，即系系一个好尊重咁样，大家会诶对望啊，咁样倾偈啊，咁样嘅啫，顶晒笼啊，即系对我妈又系咁样。但系跟住系冇噶啦。即系就算同佢哋倾偈嘅时候，都尽量避免嘅。其实咁而事实上呢、这个当然就连我最细嗰个妹都投诉就系点解唔会主动揾佢咧？咁呢个其实由我信咗主已经系咁样开始嘅。原因系建基于咧男不近女倒好啊吓。原因建基就系无论嗰个系你阿妈，嗰个系你个妹，嗰个系你个家姐，即系我以男性咁讲啦吓。甚至嗰个系你一啲嘅女同学，其实男同女咧系其实唔可以做朋友。其实是不可以，即是你接触得太多的话，神创造在生命当中本身就有这种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记住存在劲到大到呢是会折磨你的。而并且这个吸引力本身就是设计呢出来去考验你的。即等于即是阿伯拉罕以撒对于很多人来讲简直是折磨啦，是不是？但是设计出来神赐给他为了考验他。而这个考验就是告诉你神是能够为到我们，他一样将他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独生子去赐给我们，是不是？所以变成现在理解为什么我提到生命神赐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他赐予的成长当中，我们有我们属于我们的成长。神赐予你的成长就是你由一出世一路成长到你成为一个成年人，这个是神赐予的成长。但是问题属于你自己选择的成长是就是拍着神所给你的成长当中你作出各样的取舍啦。咁而家你就明白点解喺即係呢个西奈山神一派出嚟呢就即刻十诫。十诫已经好似揿住使我哋啊，即係有呢啲清规，係咪使我哋过生活唔开心啊，神使我哋做呢啲做嗰啲咁样。即係你见唔见啦，而家你睇到打从一开始颁布十诫嘅时候呢，其实人类社会已经係根本冇办法正视，其实唔知道成件事。但问题而家我系尝试同大家去抽身出嚟，喺我呢几十年嘅经验当中咧，同埋事实上喺而家我哋开始讲2012嘅时候，你睇到全世界根本系个倒模嚟嘅啫嘛，你嘅生命啊，所有经历嘅嘢啊，全部系个倒模嚟嘅啫嘛。咁你就明白点解我哋而家去到我哋呢一代，我哋嘅成长系比我哋以前历代历世以嚟更加多，系咪？我哋身边可以话对于针对我哋成长当中嘅各样嘅吸引。无论是衣着啦，所以系咪就佢圣经里面所讲我哋嘅装饰啊，我哋嘅用金色啊，或者系我哋编发啊呢啲啊，但系问题而家我哋呢一代仲恐怖啦，系咪？好啦，我哋其实而家我哋去到呢一代咧，我哋成长过程当中，为到我哋由我哋小学、中学到大学，或者甚至出嚟做嘢，其实我哋有为咗呢个成长而有嘅吸引力，或者满足我哋成长当中所希望有嘅嘢咧，系丰富过以前主耶稣时代点止十倍啊，点止啊，系咪？即系我可以话，无论衣着有断白嘅品牌俾你去拣，系咪？你嘅娱乐吓点知断白啊？或者甚至你代步啊，以前系最多选择边种鞋你去着嘅啫。主耶稣时代边可能选择边种名牌嘅跑车啊、房车啊？即系其实你会睇到我哋去到呢一代咧，我哋一路成长嘅时候，傍住我哋成长当中咧，我哋社会或者文化或者我哋现代社会都提供好多嘢去俾我哋噶。但系问题喺嗰个过程当中，你愿唔愿意去过一个清简嘅生活？是就是为了信仰而去放弃呢？但记住
这个选择当中不是那种变态的那种选择，就是那种死命的去消极抵抗，而不是积极的去进取成长，是不是？譬如你要看到在这么多年当中，我很多的选择，当然不是圣经讲的最好，好像保罗级数，是不是？在这么多这些的选择，这么多年的选择当中，我的取舍全部是为了使我信仰成长先？是啊，但问好多所谓以前的清教徒呢，他是死命的消极抵抗，而不是说在个取舍当中，每一个取舍都导致他信仰成长。你会看到譬如好像摩西，他选择肯跟从神的带领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是不是让他信仰成长？亚伯拉罕肯离开本地本籍附近，跟住肯献他的仔以撒，但是你看到完成这些之后呢，就好像完成他献以撒之后，神就说啊，你是信心之父了。你见不见呢？这个是告诉你什么，就是一个信仰的成长，而不是说死命的消极抵抗，是不是？就是神你要献我以撒，我杀，不过我忍住你，你看看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机会死了之后呢，变成个神灵呢，我就跟你搏命。即是亚伯拉罕是不是这么想？当然不是啦，是不是？你会看到很明显，就是说原来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我们很多人去看圣经呢，就是他是几变态的，他就用这么变态的概念去理解圣经。所以变成有些人，其实我们看回以前，甚至不要讲以前，现在都是。好多人在信仰上面，他那种即是你只能够形容他的信仰不是成长，在成长上的各样的取舍呢，他只是消极抵抗而已，因为他做了神父，他所谓消极抵抗，整个天主教呢都是根本建立在一个消极抵抗当中的，即是说他们一样没有嫁娶的，但是问题在现时这一代当中呢，这么多吸引底下呢，他又不能够放弃很多这些娱乐和这些吸引呢，这些的神父结果就是犯奸淫，犯了比奸淫更严重的事，是不是？那所以变成你会看到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为神去放弃的东西呢，只是跟着个仪式，跟着个宗派，而不是在信仰上成长。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盼望奉上真情，恳切盼主倾听，我愿立志追随神路径，全意切意成已坚定。神啊，让我为你诚意再倾，愿真意倾这心，奉上心灵，将天国光正陈上，我主公正每日热切奋兴，全意付上代价，用我委身于这使命，盼尽情地情奉真诚。挪开冷冰承受，愿我心冲劲，定义失此光辉使命，愿意情